在石头房里吃年夜饭是什么样的体验？今天晚上我们在奶奶家吃年夜饭，其实我们每年年夜饭都在这边吃的。这房子啊，有四五十年了，是吗？嗯。然后你看，这石头堆得乱七八糟的。对呀、啊，不会倒吗？这石头？不会，很牢的，好吧？里面都是有粘土的。哦。嗯。那干嘛用这些乱七八糟的石头？以前红砖贵啊，买不起红砖啊，所以就用这种石头啊。你们看，这一会儿功夫，我老公把对联都给贴好了，这么一贴就感觉有过年的气氛，你们说是吧？我贴的怎么样啊？嗯，挺好的。今天年夜饭我来烧几个菜。你烧？嗯。你确定吗？你烧的能好吃？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哎呦，不得了了，今天。来啊，今天烧什么？糖醋排骨啊。糖醋排骨，我都准备好了啊！嗯，来来来开始烧了啊！不得了了，第一次吃，我老。